很多人说学佛很难啊，我学不会啊，我听经我就要睡觉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其实佛陀在两千五百年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我们人成即佛成啊，好好的做人，你就是人间菩萨。所以台长。 今天用佛法的哲学来告诉大家，学佛人应该有四个不应该去做的事情。第一，啊，不要自视清高。记住了，成熟的麦穗总是谦虚的低下的头，而那些腹中无物。 既干又瘪的鼻子，却总是锋芒毕露、趾高气扬。天外有天，山外有人。谦卑，那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人的修养啊。第二，不要盲目的去承诺。 言必信，行必果。种下行动，你就会收获习惯；种下习惯，你就会收获性格；种下性格，你就会收获命运。所以，很多人一生一个坏习惯，就让你一辈子得不到解脱。很多人到六七十岁了。 别人劝他，他还是说：“我就是这个样，我改不过来了。”最后的结局就是离婚、家庭破散，或者自己身体的衰败。所以，学佛要有好的习惯。人的一生成功和失败，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种下的行为和种下的性格。 来收获你的命运啊！第三，做人不要轻易的去求人家，把自己当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减少痛苦和发怒，因为你觉得别人会很痛苦，你就不会很痛苦。 把别人当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同情不幸、理解别人的需要；把别人当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尊重他的独立性，不去侵犯他人。就犹如很多父母亲尊重孩子，孩子才会尊重父母一样。 如果父母亲天天骂孩子，孩子非但不能接受你的善意，还会离你而走。所以要懂得把别人当别人，就是尊重别人。学会把自己当自己，你就会珍惜自己快乐的人生。 自己能解决的问题，就不要把问题扔给别人。很多的人一生靠别人活着，而很多的人一生靠自己的智慧活着。好好的拥有智慧，那就要学会防止自己身上的贪、嗔、痴。如果我今天不贪。 我不跟别人做冤家，不恨别人。我今天不去做任何愚痴的事情，那你已经是活在佛的心里了。第四，人不要强加于人，人本是人，不必刻意的去做人。 很多人活着很累，在外面一套，在家里一套，在公司一套，在朋友面前一套，永远要活得比别人辛苦。他很紧张，怕说错话，怕得罪人，怕给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。 所以他们做人做得很辛苦，所以人不必刻意去做人，尽量 natural 就是要自然。所以学佛人自然对别人真情，你就会做得非常的随缘。世界本是事,事，无需精心的去处事，所以。 真正善良的人，别人看得到；真正会做人的人，别人也看得出。所以学佛人放下自己，用你一颗纯洁的心去感动别人，别人一定会把你当成菩萨的。人分三个阶段：看山是山。 看谁那是谁，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，真心真情。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最有感情的时候，我们小的时候是最能理解别人的。所以，妹妹、哥哥伤痛了，我们会说：“妈妈，哥哥弄破了，我们好难过呀。”纯洁。 妈妈，我做错事情了，我对不起。这是感觉。妈妈，我、呃、我损坏东西了，我要拿我的压岁钱出来赔。这些都是真正人的本性的纯洁。但是我们人越活越大，越来越为自己了。 这个时候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因为人到中年，看到很多人都是在做人，都是虚假的。这个时候你进入了虚幻世界，觉得这个人间一切都是空的和虚的。当你年纪大的时候，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知道看山还是山。 看水还是水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返璞归真，回归自然。所以记住了，看清世界，看破红尘，看破放下。